咩規程？議案或者動議是即刻付諸表決，是不准討論的。我想問一問，我想請問你，而家我哋清楚咗嗰個規程之後咧，我認為應該討論啊嘛。咁啊，規則佬林規則佬陳鑑林又話即刻付諸表決，你憑咩講啊？你聰明我絕啊！梁議員，請你坐低，請你坐低。喂，你講啱唔啱先？嗱，而家所有任何嘅提議咧，本人已經作為主席咧收集到。但我亦都係作一個決定咧，就係話俾翻委員會以多數嚟決定，作應唔應該討論，應唔應該討論？啊！依、這個如果同一個程序嘅，我唔希望再浪費大家時間。主席，係啊。